材料架是用于金属或非金属卷料承载放料展开的机械设备，又名开卷机、放料架。静置得材料架根据适用材料属性不同被划分为多种款型。这边这台在使用的是重型材料架，它采用的是手摇式立式掌缩承载方式，机型款型多，适用的料宽、料厚范围广，通常可承载500公斤到8吨卷料。这边这台在使用的是液压开卷机，它采用的是液压扩张胀紧卷筒，常用于2吨到20吨重型卷料的开卷。这边这台在使用的是双头材料架，它有两个对称的胀缩卷筒，可交替进行开卷作业，省略了停机装料时间。这边这台在使用的是轻型开卷机，它只有两款机型，主要用于100千克、200千克小型卷料的开卷。这边这台在使用的是圆盘放料架，它是一种卧式开卷设备，不受卷料内径限制，可同时堆叠放置多卷薄板料卷，主要用于薄板材料的高速开卷。选材料架，找常州静致得，款型众多，质量有保障。欢迎私信留言。